到底凑齐五输赢要多少石头呢 ？OK， 各位观众 ，OK 哦。196人有没有一半的人98个赞，我抽那个，等一下我等一下先让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花多少颗石头，5个输赢包含身上有的，要不要5输赢，我们直接来玩大的，98赞就好了，5输赢怎么样，还是先不要按赞，好像蛮贵的，怕了，下去98站，现在忙按，我忙抽，赶快98站，忙按，忙抽。什么？谁跟你讲我怕了？我只是说 CP 值怕太低这样的问题，我没有在怕的。我现在一只了嘛，再抽四只啊。哦，4.5怕是平常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有加倍是不是？诶，10%诶，十张中一张啊，很简单啊。五张嘛，我现在有一张还有五张，就50抽就结束啦、啊。我们看看多少会中嘛，这样好不好？对啊，98赞呐、啊，对，我最讨厌人家激我了，赶快来吧。对啊，是男人就五输赢，是男人就举起来，举起来，我怕你举不起来。96赞。这个数字速度太慢了，99来，五输赢啊！到底凑齐五输赢要多少石头呢 ？OK， 各位观众 ，OK 哦 ，OK 哦。第一张就中嘞，咦，第一张就中嘞，10%这个几率还蛮准的，来这，两张了嘛哈，什么记得30万，你说上面有30万，我不知道上面多少，这是要 O 的啦，一抽就中啦，五到 O 了 ，Q。哇，好多伊斯塔哦，那就坏掉了。刚才多了1、2、3、4张哎，你有几个输赢了？好悲啊！都有中，我几率有准哦。对啊，时刻开的，没再跟你啰啰嗦嗦的了，来喽。各位观众，哦喽，那个输赢吗？安沙尔，操！哎，我几张这个啦？几张伊斯塔啦？看，连这张也来，我又不要他，我是要输赢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哦，索洛斯才是1%吼，的，你看输赢吗？好像不是啊，他不是输赢对不对？看。公司接到通知上线了，是这样吗？叫个出来哦！我 KO KO KO，
次就抽齐啦 ，OK 啦。健身中医关心你的一骨神经痛，一次抽齐五输赢，就是如此轻松的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。我是平凡星，无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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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K O， 等一下，我抽过头是不是啊？